你就把我们这儿当成是你的家，我们欢迎你再来啊。哎，冲啊，嗯。妈嘱咐你呀，在人家家里头啊，凡事要长个眼力劲儿。你打小啊脾气就倔，你认准的事儿啊，那八匹马都拉不回来。哦。这可不行啊。嗯。还有啊，自个儿得多注意身子，别半夜起来呀就喝那凉水。还有他们家那东西啊，全往冰箱里头放，你别拿出来就吃。你打小一吃凉的，你就闹肚子。妈，您今儿怎么那么絮叨啊？我一嘱咐你啊，你就嫌烦。等将来妈没了啊，想听你都听不见。什么话呀，这叫？你没听见人家说吗？啊，70有个爹，80有个妈，那才叫福气呢。对，所以我就一直有福气。给我吧。哎呀，冲啊，嗯，收拾好了，来，站好了，站好了，干嘛呀？给妈磕个头吧。我磕什么头啊？你看，妈都要走了，让你磕个头，怎么了？要走了，我哪次我走了，我也没给你磕过头。怎么那么不孝顺呢？不是，跟孝顺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呀呀呀呀！不是。一不过年，二不过节的，我是大学生，我磕什么头啊？我，呀，哎呀呀呀呀呀，怎么了，儿啊？妈这次走了呀，就不打算再来了。凭什么呀？我刚跟你儿媳妇商量好，说一年把你接过来住一次，一次住个俩仨月，让你住得高高兴兴的。你没听老话说的吗？70不留宿。妈都这年纪了，一天比一天岁数大，我也受不了这折腾。唉，再说了，住在人家家里头，人家嘴上不说，谁知道心里头乐意不乐意呀？没人不乐意，你儿子在这儿呢，你是我亲妈，谁干什么呀你？那我也不来了。啊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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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都依着你，不来就不来吧啊！我跟你儿媳妇，我们俩每年回田家庄行不行？哎，只要你不烦我们，我们一下住到你烦，住俩仨月，住半年。行不行？你也不能老回去。那是我家，我为什么不能回去啊？儿子呀，你倒插门了，你就是人家的人了。嗯，就是将来妈百年以后去找你爸去了，那天你也不能回来，也不能给妈打孝子饭，也不能给妈摔哭丧盆儿。谁定的规矩啊？这就是倒插门的规矩。打你倒插门的那天，妈就想好了，咱们得守这规矩呀。妈现在看你啊，日子过得挺好，媳妇儿呢也贤惠，妈心里头知足了。那些呀都是迷信，只要你过得好啊，妈啥都不在乎。就是将来见着你爸，你爸他也不会埋怨妈呀，啊！妈就是一个遗憾。什么遗憾？想让你给妈磕个头。Thank you.
正好了。儿子，好好疼钟夫人啊，孝顺他的爸妈，就等于孝顺我了。点儿好好的啊。有点失落。怎么了？哎呀，你说咱妈要能多待两天该多好啊！她是妈，我跑不了。失啥落呀？想的随时不就看她去了吗？也是，你跑不了，你妈就跑不了。我跑什么？按说呀，当儿媳妇的啊，对自己老婆婆好。都是冲自己老公面子，那你这儿我发现不是，你是真心实意对老太太好，我妈也邪了门了，她就那么喜欢你啊？我多讨人喜欢呀！咦，我都吃醋了。咱妈真好啊，她那种好跟我妈完全不一样，她是那种我把天捅一窟窿她也不会怪我那种。是，老太太年轻的时候是当女娲的能补天。我随时可以搂着他的脖子跟他撒娇耍赖，哎呀，他总是笑眯眯的。我妈要能像他那样该多好啊。哎，有事儿吗？我有点事儿想跟您说一下。大伯母，这没有你大伯母，只有陈总。我还是想叫您大伯母，我已经不是公司的人了。我想叫您大伯母。大伯母，我知道错了，您别生气了。就是过来认错了是吧？那好啊，我听明白了，回去吧。大伯母，我不是为这事儿来的，我是为刘烟来的。大伯母，我们俩已经不好了，你把他叫回来吧。你又在糊弄我了是吗？没有，我一直给他打电话他都不接，我去他家找他他也不开门，我偷偷去他工作的地方。大伯母，你帮帮他吧，他真的特别惨。他现在在哪儿？Thank you.
您再给我一瓶酒。您不是不喝酒吗？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？这是你来的地方吗？陈总，我觉得这个地方倒不合适您来。云岩，你听我说，公司项目亏损的事情责任不完全在你，是我让你走的，我错了，你原谅我。 也许这一段我工作压力实在太大，我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莫名其妙的恐慌，所以我在处理一些事情上我不够理智。但是你走了，你的办公桌是永远空着的，我每天过来上班看到你的椅子，我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寂寞。没错。 这公司是我的，但它也是你的，是咱们俩这么多年来手拉手一起打拼出来的。这么多年，你在我的心目当中，我一直把你看成是我的女儿。你离开公司，我等于是自断手臂。回来吧，孩子。现在我需要你，公司需要你。 陈总，我生活得很好，我在这工作很开心，起码没有那么大压力。我不想回去。终于说你过得很不好。他告诉我你在酒吧卖酒，我不信。可是刚才当我看到你一步一步向我走来的时候，我心碎了。 你可是一个企业的精英，你是一个高级白领，你怎么可能跑到这儿来卖酒？哪怕就是我千错万错，但是你的前途是你的，你的名誉也是你的。你跟我回去吧。就算是你不肯再回我的公司，没有关系，我可以再给你找一份更合适你的工作。你不能在这儿。 回去吧，我求你，你就当一个母亲在这里求你，好吗？您不是想喝酒吗？我陪您喝。 哎，不是，公司呀，能拿下度假村的这个整体设计项目，你功不可没啊！谢谢主任，谢谢黄总。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，公司准备在阿尔及利亚成立分部机构。那么我们经过研究决定之后，想委派你出任我们分部机构的经理，任期暂定一年，就是你负责我们公司在非洲的所有业务。不，主任，我现在还在试用期呢。只要你同意去非洲工作。 公司马上给你转成，而且还享受公司同等高层的待遇，年薪10万美金，怎么样？这个事儿太大了，我这样，我回去跟我们家人商量一下，行不行，主任？好吧，那尽快给我答复。好，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。好。 什么？你要去非洲？领导说，给我一个跟公司同等管理层的待遇，然后年薪是10万美金。多少？10万美金。10万美金？哎呀，老公，你发达了！哎，你发达了！你也发达了。这事儿你们公司定了吗？还没定呢，它现在就是一个意向。 因为我不是前一段给公司拿下了一个度假村的项目嘛，他们觉得挺好的，挺看重我的，然后就说就想让我这么个去法。后来我就留了个活话，我说这么大的事儿，怎么也得跟家里人商量商量嘛。
我举双手双脚赞成，乐勾。好。林总，你知道非洲有多远吗？不知道，反正我也没出过国，第一次出国就让我去那么远的地方，不太适应。多远呢？坐飞机十几个小时，哎呀，睡一觉就到了。嗯，你知道非洲有多热，传染病有多多？前两天报纸不是还登了吗？光是艾滋病这一项，全世界它第一。艾滋病，美的他了，他敢。嗯，那他去了非洲，怎么把你一个人在家里啊？要不我跟你一块儿去？哎，那行。你们不这是在胡闹吗？啊？你们那个小家你们不想要了是吧？哎呀，不就一年吗？又不是不回来了。我还去过英国一年呢，我们俩不也好好的吗？哪是那么简单的事情，一年一年。他那儿的政治局势是最不稳定的，天天打仗。去吧，啊，去吧。还不因为他是外地人，他们公司人是欺负他，没有人要去地方让他去。你妈的意思是说呀，非洲那个地方啊，太落后，太艰苦，条件很差。黑天仇啊，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啊。不过魏红，我倒觉得这年轻人，这是很好的一个机会，出去闯荡闯荡，未必是一件坏事。当初咱们年轻的时候，不就是响应党的号召，四海为家，上山下乡吗？再说了，这个事儿也还没最后定下来嘛。这事情实在来得太突然，我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。我们再商量商量怎么样？小田啊，你去非洲的事儿和家里商量怎么样？我还没来得及，早两天晚两天没关系，不过呢，你早一点下决心，公司里可以早一点给你转正，还要送你进行社会经理人培训，还有签证什么的。我明白，我尽快。小田啊，去非洲工作可能会辛苦点，不过你年轻嘛，应该吃得起苦。我保证，一年最多一年的时间，等那边的工作呢上了轨道，我就想办法把你调回来。因为我觉得你的能力还是在国内发展比较有前途。啊，那您为什么还让我上非洲去啊？在国内干，像你这样的三四年都不一定进得了公司的中层，如果去过非洲那可就不一样了。你可以尽早的进入公司的领导行列，尽早的参与公司的策划。现在你知道了吧？这才是我让你去非洲的真正原因。您对我太好了，天冲啊！你的执着和能力，我非常欣赏。其实我们公司里非常需要像你这样的人才。如果有一天你和我来共同领导这个公司的事务，那才是我们事业的开始。所以啊，你要非常重视这次非洲之行。哦。阿舅，还是你这个外甥有出息啊！那是，别说就这一张嘴，马上就会钱呐！当然了，不敢不会嘛。以后您再赌啊，就不怕输了。有您这倒插门的外甥给您撑腰呢。你吃屎了吧？怎么这么臭你嘴啊？我臭，因为把我媳妇熏跑了。呸！呸！呸！嘿，你跟谁耍心脑子啊？啊！别赔了谁呀、啊？这是啊，这么大岁数，你说干什么啊？吃屎了，这不是？小伙，走，上家去喝两盅。什么玩意儿？他这是？走，我有事儿。不差一会儿，走。我跟你说，我有事儿呢。不差这一会儿啊！哎，你跟他们生气？不是跟他们生气，挺大岁数，不会说人话。不敢再这么静了啊！不敢再这么静，我跟你说，我担受不起。那就慢点。哎呀，再来一下，再整一杯，再整一个，整一个。好，来。哎呀，你什么时候是个亮眼见长呢？哎呀，天天你这个都得学呀。行了，吃菜，压压酒。我就好这口。三杯酒下肚了，有什么事说吧。
不急不急，来，再整一个。你可别整了，赶紧说，有啥事说。哎，没事没事，嗯，再整一杯。哎呀呀，弟妹，你不能再整菜了，你不这够了够了够了，没事啊，没事。别客气，我吃点儿。怎么了？行了，你别说，你再掂量俩菜啊。哎，慢点儿你。哎呀，哎，怎么回事？哎呀，老哥呀，弟妹命苦啊，这刚过上几天好日子，长东西了。看了没有啊？看了，我县医院也去了，包括附近那两县的医院也都去看了。那这怎么说呀？咋说？一个医院说一样，有的医院说吧，得手术给嘎喽。嗯，还有的医院说吧，不能手术，得住院观察。嗯，那还有的医院说的更可怕了，是吧？癌症啊，喉癌，绝症，根本治不了。我现在我都懵了，我不知道咋办好了。现在那不行，那也得看呐，你总得看出个结果来呀。是啊，我这想来想去，老哥，就想起你了，就你能帮我呀。我寻思跟外甥说说，他们那个地方大，医院也多，你给联系个大点医院，我就领你弟妹过去，兴许能治好，啊，死马当活马医呗，没办法了。你今天请我喝酒就为这事儿？你我跟你说，你这混蛋，糊涂蛋，知道不？干啥呀？相里相亲的啊？你这不耽误病吗？你把人耽误了可咋整？行了，你这家当心儿。不，老哥，你去完再走吧，不差这一会儿啊。啊，这事儿好办。你还记得上次我胳膊受伤的时候，你陪我去医院包扎？碰见的那个沈叔叔吗？我记得呀，咱妈不是后来生病了吗？我送医院去，也是那个沈叔叔。求他帮忙啊！哦，那好啊，老公。哎，村长两口子到苏州以后，住在咱们家吧。这可能不合适吧？有什么不合适的？我去跟我妈说，你别管了。好。哎，我怎么发现一练了瑜伽之后，你都不说人话了呢？呼。三道，现在知道吗？慢点，行，没事没事啊。昨天上咱们店去啊。哎呀，大伙你都过来了，你看老嫂子，多亏天冲这孩子给我联系了一家大医院，联系上就好啊。那瞧病要紧呐。是。弟妹啊，你可得放宽心啊，大地方啊，办法多，那说不定到那儿咱这病就瞧好了。是，对，是啊，是啊。那啥，村长啊，完了见了天冲把这给他。不，拿回去，我这带一袋子呢，这。哎呀，村长啊，我一粒一粒给儿媳妇挑的，你给带上。带上，你就拿着。那我就拿着啊，那我就上这走了啊。那你慢点，慢点啊，慢点，路上小心。哎，对呀，走了。那给孩子上什么画吗？过来，能打电话啊。好，老哥，等等啊，治好病再喝啊。走。路上小心。还看啥呀？家走吧。哎呀，怎么跟自个儿要去一样？人家那是瞧病去，你要是自个儿去，要是能看见儿子啊，看见我那乖媳妇儿，那病了又咋着？你要实在想他们，我打个电话把他们招呼回来，看您一趟不完了吗？忘了我怎么嘱咐你的了啊！我想归我想去，可不能惊动孩儿他们，孩儿有为难之处啊。这就怨你了，那就是您想，该您想着去啊，您活受罪。走吧，回家。哎呀，
不行，这田冲不是没事找事干吗？他妈妈、他舅舅来住住也就算了，现在村长和村长的媳妇也要来，哎，就在咱们家大门口，索性就挂一个“田家庄住苏州办事处”就算了吧。哎，苏州办事处，哎呀，妈，哎，哎，哎呦，你想啊，田冲在我们家一直照顾我爸，那他妈是真没人照顾，幸好村长、村长媳妇没事就过去照应着，是不是？现在人家生病了，又不是来咱家玩，又不是再也住着不走了，你还真是生气！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一副不依不饶的样子。哎呀，病了就让他去住医院，要不我给沈叔打一个电话，我们在医院里头包一个病房，费用我来出。那是钱的事儿嘛，这不是一回事儿。舅舅都已经答应村长了，说咱们家有多大多阔气，说田冲在咱们家有多神气。你这倒好，来了连门都不让进，这不打人家脸吗？那他妈妈和舅舅在村里还怎么做人啊？连头都抬不起来。好人啊，就让你们做了。我是担心他们来了以后，把我们家里搞得乌烟瘴气的，到时候我替他们擦屁股都来不及。不会的，我向你保证，我肯定不让你不高兴，行不行？那这样吧，你去跟你爸商量，爸要同意的话呢，我认了。你说的啊，你说的啊。这家比我们村委会大多了，你这。哎，叔，哎呀，来了！这是我们村长，这是我婶儿。哎呀，老哥哥，哎呀，村长，嫌麻烦，嫌麻烦。哎呀，哎，对对，来来来，这什么？你来的时候，你婆婆非让给你带着大枣，让你尝尝。给我的。啊，一个一个挑出来的。农村也没啥好东西。太客气了。哎，对，哎，田伯，哎。你带着村长他们到客房去休息吧。好啊，好，哎，跟我走。那我休息。哎，好好好，走吧。哎，你瞧这房子啊，这行啊，完工了，准备饭菜了。好。叔。哎。来，喝点水。咋样了？哎呀，坐下，坐下。别紧张啊。不紧张，不紧张。手都哆嗦。没事，千万别紧张。哎，我找了沈叔叔，找这医院里最好的肿瘤科大夫给婶儿看的。好好好，他们的结论是最权威的。嗯，有你们在，我放心了。就算是癌，发现的及时，还可以切除呢。哎呀，这现在科技可发达了，心脏都能换，这不算什么啊。是，真的真的。是，心脏都能换。嗯。哎呀。那这医院可了不得，是吧？先喝口水。不渴。哎，哎，出来了。怎么样啊？先去办点手续吧。对，那我去吧。老刚才你喝点水了，孩子，拿包。别着急啊。没事，大爷，没事，好。病人喉部肿瘤完全排除癌变，你就可以放心了。哎呀，你看吓那样，没事了。没事就好了。我跟你说，我们县医院大夫啊，说他得的是癌症，可把我给吓坏了。大夫，这没事就好。不，大夫，你没看错，真没事吧？错不了。不过病人需要做一个喉部肿块切除手术。大夫，还得手术啊？别担心，很小的一个手术。我明天就给他安排，过两三天就可以回去了。哎，好，谢谢梁医生啊。那谢谢大夫。阿姨，我实在是忍不住了，我非得跟你说不可。自从村长他们来了吧，家里洗手间的地上都是脚印，他们家人很大大咧咧的。走廊里啊，到处是他们吐的痰，有一次我踩了一脚，差点还摔一跤呢。他们的房间门啊，根本进不去，一打开熏都熏死了，都是那臭袜子，他们会好几天不洗的。哎呦，我实在受不了了。阿姨来了。
探头探脑的干嘛？进来。是谁向我做了保证？保证不会让我不高兴的。那你去看看，现在马桶圈上全都是脚印，臭袜子扔得满地都是，走廊上也有，还在楼道里高声嚷嚷，还唱歌呢，随地吐痰。花园里也有，累得小琴就想辞职不干。就是，请你告诉我，我是继续的让他们在这住，还是让我搬出去住？要不我打110报警。小琴说，小琴说，小琴说，你别以为你每次这样就能了事儿，明天你自己你看着办。哎呀哎呀妈，哎呀，你咋的了叔？哎呀，没事没事没事啊，没事，快快快坐下，别动，来来来，不不不，你坐着，你坐着就好了，坐着，来来来。哎呀，你怎么的了？哎呀呀，迷糊了还是怎么了？是没迷糊啊，没哈，麻了，腿麻了，哪条腿啊？哎呀，腿啊，哎呀，哎呀，麻了，怎么回事啊？汗都出来了。哎，我想法，你这里边吧哪都好，就是喝汤有点多，太撑了，一顿好几碗，闹肚子了。这样吧，一会儿你腿好了，你给我弄点药，省得我闹肚子，你能好受点。你喝那么多汤干啥呀？人家那是餐前汤不是吗？餐前汤那是每人一碗，不能多喝。你一顿喝那么多，万一你撑着了怎么整啊？一碗？对，一碗。净瞎扯！这么好喝的汤，一个人一碗，哪够啊？哎呀，你说你们城里人呢、啊，啥事都跟我们农村都不一样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麻了！哎呀，今天找你来啊，是想给你做一次全面检查，然后把报告发到美国去，听取他们的治疗意见。不用这么复杂吧？再多给我一点时间，我想我还是应该去美国治疗。要是这样啊，我今天更要给你做一次全面的检查了，然后呢，做一个详细的病理分析报告。好，今天就听你的。走吧。妈，田中，找我有事吗？我就是来谢谢沈大夫的嘛。田中啊，你的老乡怎么样了？那个村长，媳妇儿、那个梁医生给他们安排了明天的手术，然后手术完了就回去了，说是没事儿。那就好，谢沈大夫，别客气。还有别的事吗？没了，我就来谢谢
谢谢沈大夫的。那你心意到了就行了。啊，沈叔叔是我的同学，我会替你好好谢谢他的。啊，那你回去吧。哦，走了，沈大夫，好，慢走了啊。嗯。这孩子不会知道了些什么了吧？就怕是纸包不住火呀。他要是真的对你的病情有所质疑的话，他还会找时间来找我查清的。到那时候，还真的是麻烦了。天初，嗯，这地板你拖了有一个多小时了吧？怎么，有事儿吗？有事你就说嘛，吞吞吐吐干嘛呀？你这个孩子。妈，您最近身体好吗？你希望我有事儿吗？没有。这不是，就是，今天我不是去医院吗？然后我看见沈叔叔了，也看见您在沈叔叔那儿吗？怎么了？你怎么想起问这些呢？不是，那两天您不生病了吗？然后不是我给您送过去的吗？后来不就是沈叔叔给您看的病吗？说这话什么意思？就是我不知道您今天又去医院找沈叔叔，是不是你就不舒服了？没事吧？你看我现在像有事儿吗？我明白你现在说话的意思，你不会以为我得癌症了吧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就是这个意思。我跟沈叔叔是朋友，我到医院里去找他聊个天，那是很正常的事情。你还真有联想。你好事情你不想，你坏事情你瞎猜疑，你能不能把那些联想用在你自己身上啊？没事的话就早点休息吧。CRCT 的结果来看，你的症状很危险，你必须到美国做切除手术，只有这样你的症状才有可能好转。你是说切除？这我从来没想过。反正多少菜，够是吧？哎，你俩怎么在这忙活呢？啊，是吗？啊，多好！来，快快，正好帮忙忙。不是谁弄的呀？我弄的。你从哪儿弄的呀？从哪儿弄的？从市场买的呗。还从哪儿弄的？来帮弄弄。买这玩意儿干嘛呀？你这话问的，买这玩意儿吃呗。不是你别问婶儿，你别忙活，别忙活，什么意思这是？不是，这不要走了吗？啊，添了这么多麻烦，我现在我俩。买点东西，答谢答谢你们全家。谢谢、啊、全家啊！就是，哎，你说买多好啊！好肉，是，不是叔，真不用。你看我婶本身啊病了，然后呢她到咱家来治病，我们也是应该应分的。你在这治了病了，然后你在这住了玩了高兴了，我们也跟着高兴，我媳妇高兴，我爸我妈也高兴。你犯不上，你不要这样。这正因为大伙都高兴，病也好了，才这高兴。他不是说吃饭他就能高兴，你不用这样。怎么高兴啊？唱歌跳舞我又不会，就这行了。来，快快弄弄。叔啊，那我跟你俩说实话哈，我们这个家呀，他有个习惯，嗯，晚上啊吃点清淡的，汤汤水水的，弄点菜呀，弄点粥啊就行了。我丈母娘就觉得呀。说晚上要吃点鱼啊肉啊，这个大鱼大肉的把胃撑那么老大没意思。你不懂啊，他
他们呢是不愿吃你们当地的肉，吃腻了。我今天特意跑了大半天，买的是咱们老家的羊肉。不在于谁家的肉呢？你别管爹，这肯定不行，这绝对不行，不是叔，你听我说，这绝对不行，这绝对不行，听我的吧。不行，咱这样，那个这样，叔，你听我的，咱们把肉，咱把这个拿到你房间去，咱晚上我陪你俩偷摸的吃，行不行？你不有啥坏事？你什么还偷偷摸摸？来来来，给我把车停这儿来，哎，给我，肯定，哎呀。